耳目听见你，Yes, Jesus, we want more of you, more of you, Jesus. Shida, 渴望这个荣光，更多、更多、更暖的照住我们的心中。耶稣，再用你的爱来拥抱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全然的安息，全然的注视。谢谢你，耶稣。Thank you, Jesus. We love you, Jesus.
耶稣。有一道江河从你的宝座上流出，这江河就是 River of Delight， 这江河是耶稣的喜悦。当孩子全心地跳进这江河，身上的斑斑点点都被这江河冲刷，全心全人浸透在这个江河之中。孩子的全心全人享受在这个江河里，这江河之中充满了 wonder。河中的石头发亮，深的体会。谢谢你，耶稣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耶稣，我们真的很渴慕你。更深开启孩子的心，让孩子品尝到你的柔美。当孩子单单地注视你时，你的荣光一直进入到孩子的心，暖暖的包裹住，孩子渴望更深的认识你，还有许多部分的美丽，孩子还想要知道。耶稣，是的，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如今仍要寻求。就是孩子的一生一世，定义要住在耶和华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。谢谢你，耶稣，谢谢你。聚会就到这里，愿神的柔美一直充满你，愿你的心一直来遇见神。谢谢你，耶稣。